这是收录在我的第二张单曲的专辑，就是这样比较讲机会比较好，就是一个讲机会。这个是什么计划？六月底会在中国内地会有巡演。如果大家有刚好去那边，也可以看我的演唱会。好，会在那个温州、跟深圳、跟广州。好，如果大家可以留一下我的手机。好的，好，知道了。我也希望你接下来有更多的不同的歌唱节目，也会在马来西亚上演。好，谢谢各位，红光谢嘉宾。那马上呢就要进入我们最紧张最高潮的时刻了，因为今天五组 family 当中呢，我们只能选出一组冠军 family 到底选的是家人一起同台演出，然后现在还得到冠军了，然后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，然后感谢评审们，然后感谢我们台上的一起比赛的选手们，幕后的大家。